Om Shanti. Om Shanti. It's so, so lovely and inspiring. 灵魂是这样的可爱, 并且我们受到鼓舞, 刚才大地说了几句话, 我们都受到了鼓舞。 大地长可以说, 在生活在当下, 并有了体验, 爸爸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氛围, 我从爸爸这儿得到了纯洁的食物, 那你做什么努力呢？努力呢，就是体验当初的益处，然后我们欣赏它，并感谢爸爸，感谢这个家庭。我需要提供什么？任何一种氛围与爸爸的食品。有些人还有浪费的想法，想想过去，想想未来。 So she's in a way giving us caution that that shouldn't be there, no? 所以刚才大帝说了，我们不应该那样。我们看看我们有了什么收获成就。 是的，爸爸谈论了那么多， 在Murli关于时间这方面，他谈了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听着爸爸说：“爸爸当下，早晨，Murli里，爸爸说你心智的瑜伽应该一直跟爸爸在一起。爸爸说你们是天真无邪的一位，你们是世界益处的给予者。” 所以爸爸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三个特点：体验所有的收获成就、喜悦、爱、快乐，所有的收获成就，在我们Brahmin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会能够感觉到这生活是完全正确的。 我后来会再谈一点事情。爸爸谈到的三个品质：陪伴、服务、合作和爸爸的陪伴。第三个是，我要向爸爸一样。所以这三个呢是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呢是一个瑜伽修行者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爸爸的陪伴，爸爸给了我这样的陪伴，合作者这样的一种陪伴。也就是说，所有的时候，潜意识呢都是要给予合作，伴侣呢是要做爸爸的服务，就是说。 我时刻准备好了，就在爸爸这儿等着他。他干什么事，我给他合作。而重要的事情是通过你的思想。爸爸，在这一刻，为了这个纯洁的思想，我特殊的给这个特殊的灵魂做服务。我。 不管潜意识是什么，我要给予合作。非常非常的精微。第三个是和爸爸一样。我知道，爸爸，你要加以注意，他对我们是慈悲的，爸爸对我们是慈悲的。和爸爸一样是什么？放手，过去的事就过去，慈悲。 与此同时，不管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力量，你都把它捐献出去，对那个灵魂，对那个氛围。所以，像爸爸一样，我们必须得在。
那时候我在印度，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困难。我唯一考虑说，如果我离开大地远了，那么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我们怎么能够才知道？如果我跟他们在一起，至少我知道，我愿意跟大地们在一起，那是一种。我在马杜邦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和他们在一起。深深处就是，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都是遵循的最高指示。我其实就需要一种亲近爸爸，亲近他们，接近的爸爸。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够成为那种轻松的爸爸呢？有些亲近。所以这三个爸爸所说的特点，一个是瑜伽修行者和他成为伴侣，有知识就意味着每一个时刻给予合作，在服务上给予合作，陪伴伴侣像爸爸一样。然后爸爸说，我现在在沉思的想着，孩子们需要一个勇气的这一步。爸爸会给你千百倍的帮助，只要你往前走勇气的这一步。那么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呢？因为你必须要放手一些东西。爸爸说了一些细节的东西，让我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下一步我应该有勇气去做。但是内心深处我觉得，哎，为什么发生这个事呢？这个事。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就放弃了。实际上我们应该把那枝梢末节的话都应该给它扔开。今天在我心里我说，爸爸，我怎么能够感谢您，您一直就把我们带在您的身边。所以勇气的这一步，而且记住，在这个时候，这是个重要的时候。爸爸呢，既慈悲又给我们祝福，他帮助我们去结束我的因果账目。是的，一方面爸爸说他是天真无邪的主，你犯了什么错交给我，你请求原谅，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是原谅，是让你自己有认知。从我的心里，我认知了这个错误。哦，我有点粗心。哦，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你有从内心当中的一种认知。爸爸说，哦，我原谅你了。而不是说你来了你就问他原谅你，不是这样。然后我开始想，布拉玛爸爸他曾经是怎么样做的。有两点，一个是受启迪，一个是认知。我不应该有其他的潜意识，我应该看到这一点，从内心深处的认知。爸爸说，那我就原谅你。在这个时候，神的帮助谅解，这是我所需要的。否则的话，
我们从来都不会清楚什么是我们的因果。爸爸给予了一个样板，有些人有很多自己的账，你不光是你有在这儿有你的账本，你在爸爸那儿有一本账。所以有些人知道在会合时代是非常特殊的，所以这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认知能力。任何一个形式发生，首先你说我还能为世界利益做点什么呢？你不是一直在想说这是他的错，那是他的错。是的，有可能我们都差不多，但是我要改变，这些事情才不会发生。因为在家里，这才是最大的帮助。不要有浪费的思想。And then Baba is so becoming like Baba is canopy. Baba is canopy. 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一个保护伞，他在保护着我们。所以我怎么听爸爸的话？但你听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像爸爸一样？所以你们谈到了三个品质，最后一个呢，真的是需要合作。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精微的，不是通过行为。同时呢，我们要知道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我们看着爸爸追随着最高指示，有这样的认知，我应该像爸爸一样。这是这样的一个时候了，这是一个祝福的时候。你们会不断的会有这样的一种，不要错失。我们再往前看，我们积累着他给我们的祝福。这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崇高的思想，想去做一个事情，我们立刻就要去做，因为我们得到了祝福，从灵魂这儿得到祝福，而不是只是从爸爸那儿。所以祝福是很重要的，从其他灵魂那儿得到的祝福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那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无论我们得到什么样崇高的一个思想，我们去服务于他们。有一些行动，有些事情，我们从那得到了很多的祝福。我们很信任，我们在服务当中是合作的，每个事情都要把它做好。今天呢，灵魂们都不能回到爸爸家，所以无论如何，他们得到一个服务机会，他们都很高兴的去做。你给每个人打电话去做服务，他们都很高兴的接受，因为以前他们曾经身体力行的这样做。有一个中心，然后他就给中心捐了很多很多的花，就大家都非常高兴。今天他们还在这么做着，因为他们坐在家里头好长时间都没有做服务。但你说那干脆我别去做了。 那谁去做呢？这些事情任何人每一位都很高兴。然后爸爸也说，在这个会合时代，当你和爸爸有着所有的全面的关系的时候，那是一个
额外的作为朋友，作为家，作为父母亲属。Brahmin 的生活是我们获得了所有的这一切，所以我们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是缺失的。我说，哦，我们每一位在每一个时刻都应该感谢爸爸给了我们这个生活，帮助我解决因果，创造新的东西。他把这支笔给了我，我自己画多少多长的运气线都可以。那我们拿这个笔写些什么呢？所以在内心深处，今天我就是和爸爸在一起，爸爸也和我在一起，而且他的品质我一定要成为他的品质的化身。所以当爸爸说你们要跟我一样成为摆脱因果的，你很谦虚的、超脱的、可爱的做这些。如果你不是爸爸的伴侣的话，把爸爸当伴侣，说谁能这么做呢？以这样的方式，爸爸用英语说，就是爸爸在Murli里说的，像猫一样喵喵的就来了。那如果你喊爸爸的呢？爸爸是使得这一切得以发生，他是知道这一切的人。那又怎么样？然后慢慢慢慢的，有任何这种类型的负担都会离开。我爸爸说，我拿着这些负担，为什么你自己要扛着这负担？所以不要有这种老自己扛着负担的习惯。爸爸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祝福，在今天这个时刻，当然在任何世界上都没有绝对的对某个人生命的一种，我们有这么多的新闻，Because as Baba says, time of settling. So take help from Baba in settling. Realize it. 所以从爸爸这儿得到帮助，并解决自己的因果。Let Baba forgive me. 让爸爸原谅我。I really, really love it, and 我真正真的很高兴。我有点小事，我都跟爸爸说，爸爸。我得改变。所以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应该在爸爸的陪伴当中，在他的陪伴之下，并成为像爸爸一样的，要保持勇气。你有勇气走一步，你就从爸爸这得到了千百万步。Om Shanti. Om Shanti, everyone. Om Shanti, Ji. Yes, I think all of us are resonating with today's Murli. Baba was so lovely, so understandable, so approachable. And so Baba 在 Murli 里呢，非常的慈悲，而且他非常有。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理解力，让我们能够回应每一句话里，都希望我们成为那样，在这个 Brahmin 的生活当中。就像刚才摩辛弟弟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待着就是一个祝福的时代。当然我们需要爸爸的帮助。Four inheritances.
that I could think about, that without Baba's help, because one of the inheritances directly from Baba, but without that help was very difficult, as you said. First, 他说这就好像是书上所说的 DNA。 In my case, both my parents had bad legs circulation of blood in their legs, so I seem to have inherited that. So that 比如说世俗上来说，我父母这个腿不循环都不好，那我也继承了他的这个基因。 比如说我们从世俗的父母那儿也得到一些物质上的一些继承，那是其他多少事我们记不住，但这一世我们总能记住自己的一些世俗的关系，我们从家里得到的一些继承，有一些跟他的一些关系，所以 无论任何东西，有一些潜，有一些消极的潜意识，它会到来。你也会继承到你那个家里头世俗那个家里头的一些消极的东西。Our karmic inheritance, whatever we've thought, spoken, and done in the past, even before this life, there's something left over. 这一世，甚至于上一世有一些因果。 To work with from our Lokik.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一方面呢，我们也得到一些爸爸那儿来的东西，我们也继承了爸爸好的东西，所以这从几个方面来的，一个是你自己世俗方面的，甚至于不是这一世，累世以来的东西，一个是爸爸的东西也过来，他帮你，他的祝福。 让我们能够和爸爸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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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能够和
the overflowing treasures that he's offering us, a corporation, offering to carry our burden, offering us a canopy. He said that he took our burden. 但是我们得有勇气往前走，去接受他给我们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必须保持这样的一个勇气，我必须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该烧掉烧掉。 在这个会和善呢，这个生活是很特殊的。 我们从以前室里头积累的一些东西，有些好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时间，我们都需要时间去理解，去爱，去了解一些事情。所以有意思的是，爸爸就看到英国，爸爸说下次再跟你们说吧，说。 有的时候过了一个星期，爸爸又谈到了一个更深刻一点的东西，所以我们得把自己准备好。那我们该准备些什么呢？在甘露时刻呢？我们跟爸爸在一起。 我们真的要认识到了，我们应该把一切东西交给他。
交给爸爸。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三个特点是三个主要特点。那一个呢是普通的 BK， 一个是有毅力，已经不让您有很多的这种漫不经心等这些没用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准备好，准备好到摆脱因果障碍的状态。我们会有很多因果障碍到来，但是我们必须要用爸爸给你的东西去化解它。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利益的给予，而且我们会停止那些胡思乱想，是想着爸爸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们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不是一个很艰苦的方法，因为爸爸帮助我们，他在得到什么祝福呢？在今天晚间的时候，我们必须感受到从爸爸这儿得到什么。我没有这种体会。Someone and the other who gives a talk, and today was my time, my turn. But I felt so much help from Baba. You said, "My time, but I felt so much help from Baba."所以我们看最主要的这几个字呢，打在大屏幕上，一个是呢你的良好的征兆，你对爸爸的思念，天堂灵意识要神人的故事，做知识的海洋。渴望去天堂，明天的家庭作业，一个是聆听，一个是实验，一个是体验。聆听呢，是在 Murli 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正在体验着 Jupiter 这个良好的吉兆，被他照在这儿的一个体验。在我听的时候，要有一种很美好的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练习，在交通管制的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看着，感觉到就像爸爸在做的一样，对任何事情我都不要感到憋闷。爸爸的眼光就应该成为我的眼光，无论我看什么，我都会想说爸爸怎么看这个事。在明天我们自己的检查表呢，说我的第三只慧眼今天睁到什么程度了。I'm seeing the repetition of things, even. I'm seeing perfection. I'm seeing the subtle. 我看到很好的方面。我得成为完全正确的。我必须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也要用这样的一种境界去跟别人联系。明天的甘露是课，爸爸。我完全的属于您，爸爸，我完全的属于您。Om Shanti. Om Shanti.我们从这个日程表上可以看到真理的源泉，四月一号一直到明天十九号。所以明天十九号呢，我们就是思念天堂的这个吉兆。今天还是祝福。
then to experience, and then 非常好的去聆听并体验，然后基于这些呢，再看看你自己的记录表。With right method, you don't feel it, it's effort,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 attainment and so many experiences, and then observing how Baba is helping in every time. 很多体验，我们都要观察爸爸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这是爸爸的任务，他是使得一切得以完成的一位。为什么我会对任何事情这么沉重呢？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有这么多的考虑，如果我没有说，突然间怎么怎么样，将来怎么样，我一直在说，当这是爸爸的任务的时候，我不要自己拿着任何沉重。那可是呢，爸爸所做的是，他呢才是使得这一切得以发生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我知道爸爸为什么说你要有勇气，你不需要失去这个勇气，你就对爸爸有全面的信心，每往前走一步都要有勇气，因为这么多思想都可以发生，这个对那个对，你就有对爸爸全面的信心，你必须继续的这么做，因为我必须得做服务，不是吗？作为爸爸的孩子，如果他在那儿，这个世界没有存在的话，那我应该去做努力，但是需要你要有努力。有的时候呢，你去努力了，但是你还有一个精微的恐惧，说那这样怎么办呢？那样会发生了怎么办呢？我们要信念，永远记着，我只需要先走一步，爸爸会往前走数百万倍，在等着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他插了一句，现在他那个网也不太好，昨天他的网也不太好，就是每一步上百万倍的帮助。Yeah, we have that treasure. No, but certainly not to have any doubts, not to have any.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你不要有任何的怀疑，因为有的时候有一种很精微的障碍，所以你不要失去你的信任。有的时候你说我不能用我所有的力量，没有疑虑。因为每一位必须有各种各样的合作，有时候我感到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服务，无论我们做什么，它都需要我们有勇气，100%的信任爸爸。有一次呢，爸爸在Murli里也说，创造性to keep our places very active with the presence, and you know, so that also it gets supporte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有的时候我们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帮助，宠物的这种爱，例如说你进饭的时候有特别多的爱去进饭，然后这个帮助这个家的灵魂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做行动瑜伽，帮助爸爸的厨房，帮助爸爸的盒子，
我们用爱去做这个服务。当这种爱在这个时候，这个家呢，就是在对爸爸的信念当中成长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家是一定要受到爸爸的滋养。关键是你有没有信心，记着爸爸也在这，他正在帮我。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有些地方因为他们过来，他们会带来一些支票或者带来一些东西，他们以一个实际方式去做了很多，而且带来了很多欢乐喜悦。有些呢是能够做服务的，爸爸说这些东西呢也传在你的心里。说看说对不起，我那个他说我那视频又坏了，他说我看不见了，但是还能说话，所以他也就不说了，就是